还有几天就是圣诞节，玻利维亚民众在20号举办圣诞彩妆马拉松，大胡子、鹿角、圣诞帽，各种抢眼的造型都在活动上看得见。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一起换上圣诞装，迎接圣诞节的到来。同样是迎接圣诞，但墨西哥的格雷罗州却是另一种装扮。人们以另类的表演方式欢庆圣诞，男士们扮成老虎和花豹，当街互相比斗，引来不少旁人围观和拍照。另外，舞者也穿上各种奇特的服装，进行传统圣诞大游行，吸睛又有趣。我的名字叫穆哈默，美国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本月20号，类似的大字报和标语，还有反对种族主义的牌子，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一带随处可见。抗议早前曾经发表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场面声势浩大。